八日，台湾艺人陈建州在微博上传一个妻子范玮琪回到家中的视频。视频中的范玮琪刚一进门，双胞胎宝宝飞飞翔翔就冲上前来，扑到妈妈怀中。范玮琪则抱着双胞胎不停的亲吻，超级有爱。网友看后纷纷表示，好感人的幸福场面，眼泪夺眶而出。宝宝们笑得好开心呀，幸福的一家人。晒娃我只服黑人。谁回来了？谁回来啦？哎呦哎呦哎呦！阿布布，好香的味道，是什么味道？哎呦，谁回来了？他们会跑出去。谁回来了？妈妈回来了，嗯嘛嗯嘛嗯嘛，嗯嘛嗯嘛嗯嘛。Hello，Hello， 妈妈在哪里？嘿嘿。抱死妈妈，快点抱紧紧的。进来，我要那个拿那个。你这耍赖呀、啊！起来起来，起来起来，赶快去抱妈妈，妈妈在哪里？快点快点，赶快，赶快！哇，妈妈在哪里？哎哎，你管管她呀！哎呦，谢谢谢谢。